锅哎。元宵节快乐。真的。那你不是有一些哇？他会讲，你的龙。哇。小朋友提着龙年小提灯，好开心。市长谢国梁、纵发处长林立婵跟市府发言人于志明一起亮相今年的这款招财金龙小提灯。龙身上有喜气洋洋的金币，搭配五颜六色的灯光，象征金龙年龙转乾坤、圆满丰收。啊，这个龙的灯笼有什么样的造型你特别喜欢？就是有一些金币。哦，它上面有亮亮的金色，是吗？什么节日我们要提灯笼呢？元宵节。元宵节啊，那你喜欢这次的灯笼吗？喜欢。它是什么动物？是龙。元宵节快乐！市府表示，今年特地准备了8000个小提灯，分送给本市公私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般市民朋友也可以在2月19日上午10点起至2月24日，在基隆旅游网脸书粉丝专页按赞及分享活动贴文，就可以到基隆市旅游服务中心现场领取，限量800份，送完为止。那等于是一个小小的劳作的作品，对对对，那里面也有灯光哈，那又符合这个，希望今年大家龙年都大发，是一个金龙年啊，所以意象也非常不错。那欢迎大家来索取。今年呢是甲辰年了，也是我们的龙年。我们特别呢设计了这一款呢金龙造型的一个龙的提灯哦，可以看到它身上呢是采用的是很多的这种金的这个钱币，那也象征着呢希望大家可以能够招财进宝，财源广进。这款招财金龙小提灯还可以立在桌上当摆饰，非常适合亲子共同 DIY 手作，一起度过快乐的元宵节。记者黄日升、陈淑萍、赖瑞安，基隆报道。